袂当啉伤好，啥物85度 C 有无吼？有啥物？我会胃酸，胃酸，哎、哦、对对，我干阿啉起个。你会补人诶？会早着无补人啊？早着毋捌咧补人啊？早着拢一摆诶有无？拢一摆啊！迄天才讲尔，我想林哥，你当时要起来唱歌，我咧等你等足久诶安尼。你也知，我无看到你啊，我看你等足久的呢。啊，你当时更讲要吵落来。啊，等你就来啊，你就啊，你问等等小姐来者，阿妈，你今你头半只来尔，我后加叫加吵更讲。啊，朋友离啊，说啊，怎么挡袂住你？哎，挡袂住阿兄，啊，无你等下先起来唱歌好吧？今仔无好唱啦。啊，无你甲我讲你要唱。零工啊，零工啊！啊，你刚刚零工，啊，你零工当时你先甲我讲。紧的，准讲的，不要你准。啊，不对，啊，讲九点呢？九点准时，九点有看时间的了。好嘞，好啦，好好啦，好。哇，你是好参详，这位小明啊。小明。嘿，小明帅，小明，迄个唱出大歌，若无小明，咱拢今日拢无机会通来的啊。对哦。嘿啊，嘿，我小明做对迄个咱的台庆典哦，做做迄个省心生意的吼。嘿，安尼随时讲要做，随时。一年啊吼，哦，哎，调就来啊，嘿啊，你无咱哪有机会来到遮？今仔日的日子虽然还好吼，啊，不过吼，加一场一场好啦，哎，尤其是我有，你有遐侪场通去走，还是啊，佫无差？哎，阮哦，哎，一百，哎，一个一工就一个机会，会当选到阮算足无简单的啦。你一工会当走三场无？那是八月十五的代志。一工做八月十五有通安尼尔，中昼做一，下晡做一，暗时做一，安尼啊。嘿啊，早做完啊，啊嘛无要看当时怎样，怎样日子你甲想看卖啊，就是定讲，即摆嫌下晡做足少个啊，无像以前人讲人家做迄个什么，工地秀，就工地秀，工地秀已经离咱做遥远个啊吼。我是还好，你做遥远，我做遥远个，我最早工地秀那阵无感觉啊，以前真正常常咧录迄个工地秀吼，啊因为迄拢后壁拢有人咧录啊，有迄个有老师咧录啊，阮无呢，无。啊！你今仔日时代交我无共呢？迄工地秀拢是老师现场咧演奏的了。阮拄着无。啊，真的哦，你嘛是共我想象的哦。对。啊，真的哦。啊，即摆工地秀较进步。是即摆是？迄时阵啦。吼，迄个时阵。即摆无啊啦。啊，即摆无啊，我知啦吼。啊，原来恁的工地秀都交阮的工地秀无共。无共啊，阮无哈懂。哇，恁同学就知影咱的时代差足久的啊咧。歹势。哇，对啊，人就知影咱年岁真正有差，这囡仔人有无？就像我头拄仔讲的，查某囡仔伊。嘿，走人，走人，无同款，迄叫做，迄个，叫走囡仔，物，迄个动物，那么像是动物，动物，你是，我是无用的动物，我是无用的动物，是动物啦，我来讲，我这叫做水鸡鸡啦，哦，蝌蚪啦，蝌蚪，那蝌蚪在讲伊动物，蝌蚪，在伊面那讲，蝌蚪在伊面讲，我真正袂晓讲。啥会晓？蝌蚪真正无代志吼，咱像大家拢讲蝌蚪啊，你像青蛙，代志叫做啥物？青蛙哦，青蛙，我改啊长颈鹿嘞，哦，迄个长颈鹿，麒麟鹿哦，那一点仔我无共，毋是长的哦，毋是长暗鹿哦，我毋是长暗鹿哦，毋是长暗鹿，哦，你讲我，哎，代志真正出歹研究的呢，好像比国语难很多呢吼，为啥物呢？为什么才困难？外来音啊，对啦，而且哦，我以前流传的来吼，一寡迄个俚语啊、古早话啊，拢加做有意思的吼。啊，恁即摆拢已经袂记了啊俩。我感觉我即摆要等下背一寡俚语有无吼？迄出来做场加趣味的俩。对啊。好对无吼？哎，感觉新鲜的啊。对，我即摆等下搁学无同款的哈。小明，喂，小明。啊，小明，你是走场才到戆戏啊呐？你家己甲阮讲要唱歌，无爱唱，我等下要，安尼我叫保养啊，去来创好啊。你伤远了，我等下我就来听，你搁唱一下，我就来听。好，啊我，哈？你甲我处理落去啊？我等下就家己落去啊啦，伊免甲我处理，我都足够甲处理的，你是？嘛，我无甲处理，我会艰苦啊。伊啦，小明，你先饮两水啊吼，咱补养啊，哥哥，你准备一下哈。你先去调，你先起来，像吼，我小明喘气一下，因为我小明。
不是啊，小明串一下。哎，那小明走足侪场的啦，伊有甲我讲，伊今仔走足侪场的，比恁走的搁较侪场。嘿，走伫附近，顶街连空档，伊都已经足，已经足忝的，嘿对。互伊但是无地方生意袂空，欠伊迄啉酒足大个。哦，真的。伊会当啉一工。拢无问题，哦，好厉害！而且伊是目睭小可有一个醒了就好啊。哦，真的。会错起酒的呢，你唔知酒人家好吼，迄就是阮小明。哦，林小明。我会哦，我会小明的，你会。哎，头先你有看嘛吼？我会。我知。连刚才好话唔好甲当着。哦，我知。我拄拄的。我知。小明，我会好。安尼你唱歌嘛？另外一个曲，青春舞曲，谢谢。好，阮小明去串一下，我唔敢甲阮小明。曹不勇哥哥，你做准备啊？你先进来唱，我就爱找阮小明的。我是你们可爱吃瓜的，他们帮我修行的修。